我叫戴国维，学号12314，现在就读于高二。那一年，朋友们都穿上长裤了，就我一个人还穿着短裤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我选择面对，而不是逃避。敢做就要敢当。送饭怎么这样贵这么？他高中生不会道歉啊？对于他们的冷言冷语，我选择忍耐。哎，留级，留级，最讨厌留级生了。如果是我留级，早就跳楼了。留级生怎么还要读？浪费家里的钱，浪费位置。你有那么大的头，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啦。玩笑有时候适可而止就好。我不说，不代表我没听到。哎，很短，裤子呢？穿短裤啊！我也是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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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算回到家了，冷言冷语的攻击还是没有半刻停过。你以为我不在乎吗？你以为很好笑吗？你以为我没感受吗？